经情感婚姻管理感情情感天地，经之前收到很多姑娘的留言，想要问自己的伴侣是不是值得自己一辈子去守护去陪伴。其实姑娘们，要看一个男人是不是值得，你就要看是怎么对待你的，是不是真的动情，真的无条件对你好。想要看他值不值得你一生去陪伴，你要看他跟你的相处是怎样的，看他有没有给你付出他的时间，以你为第一位。其实如果一个男人愿意为你推掉其他来陪伴着你，来把时间都给你，肯定是为你动情了，你也能感受到浓浓的爱。当然也要注意姑娘，在一段感情中你们还是有你们的生活，不要把所有的时间空间都给你们，也要留一些给你们的工作，你们的其他。如果感情没有独立的空间还有自由，那么早晚你们是会感到束缚的。但如果他愿意给你时间的陪伴，肯定是他爱你的表现。再者除了陪伴，你要看他跟你的相处态度是怎样。如果什么事都不肯让你，或者在遇到一些事上都是很没耐心，那么姑娘，可能你要知道，没耐心也就是不那么在乎的表现。如果在面对你的一些小任性、一些小脾气、一些小模糊，他没有不耐烦，而是对你很有耐心，也能包容你的这些小缺点，那么姑娘们，他是很爱你的表现。在你们以后的生活相处中，如果他能一直保持这样，我想他是值得你用一生去陪伴守护的伴侣。